得一定要好好好好多加利用它。来，我们看前方，来自己找镜头，来一二三笑，耶、yeah ！好，我们再教大家比出右手大拇指，好，比个赞好吗？来，一二三，赞！在我们各有先天是非常辛苦的把我们这个频道给磨出来，但希望大家多多来制作作品来参与哦。而且这一次呢，提供这个牛肉面呢，让各位享用之外哦，我们新闻局呢也同时哦做了善事，所以呢这一次呢也希望大家都一起来好好的品尝这个面中的所有故事动人的地方。是。那么同时呢，还有哦，我们这边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评言评审有一段话要说，我一字不差的念给大家。我们看看是跟大家心里面触动的东西是一样的哦。那么评审的评语是：主题正确，企划周详，尽力的克服困难，取得足够访问的内容以及拍摄的画面，后置运用灵活，将故事发挥的生动感人。也是因为有了公用频道，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看到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所有的好人好事。所以也希望大家哦，今天得奖的我们继续努力，没有入围没有得奖的呢，入围就是肯定。所以请继续拍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的故事，同时呢带到公用频道来做播放，让大家一起来听听你们感受到的动人的故事。是，我相信透过今天的这个颁奖典礼之后，今天每一个人都会变成是一个小小侦探，努力的发现身边每一个值得介绍说出来的故事，透过影像传递出来，在我们第三频道来公开播放。对，有一个平台可以让大家发挥，是一定要好好的利用。到这边呢，我就要告诉大家，2012年新北市有线电视公用频道创意影音大赛颁奖典礼圆满成功。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谢谢主办单位、主办单位，还有各企业的以及我们参赛的所有朋友。但是先别慌哦，接下来呢是媒体联访时间，所以呢，所有的我们的得奖者都在现场，请各位媒体朋友如果有需要协助的地方，都可以工作人员帮忙协助来做采访。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我们奖金的部分哦，我们待会呢所有得奖者的奖金，我们在门口新闻局的同仁会协助各位。那么另外讲座的部分有个精美的盒子要给大家保存带回去。那么今天一会的时候贵宾先请用，我们在台上跟大家一起拍张照片，好不好？欢迎我们今天的副局长、副局长、我们院长，还有包括我们的评审以及我们系统院。本来我就在文山社大，也是一个留级生，因为留级就是从80几年他文山社大创校就开始读了，一直读啊，然后我又在社区当义工，随时记录我们这一些影像。那你那时候是为了奖金吗？还是没有啦，好玩啦，学习啦，功夫要练才会越磨越旺。那你这个奖金打算怎么运用？还不知道，我就很高兴。那这个喜悦要跟谁分享？跟我们的老师，一堆的老师，还有里长、文山社大、崇光社大都有。我好多老师。谢谢你。好，我的问题。努力，因为这个 L K K K， 我这个继续卢姐，继续卢姐，卢姐，对不对嘛？有，